妈，你放手！从今天开始，我不要听到彩妆这两个字，你听到了没有？今天蝶仔把我洗菜机的节目制作人啊，请你邀请他来上节目哦。太美了，干嘛都不理我，还是我叫摸你才要回答我啊？可爱。叶中啊，请财务部马总经理去台南出差的费用明细整理一份给我。 今天晚上8点，华视频道阿杰。